那你有遇到一些什么社会上的人们给你的一些意见来说，对之类？我说的社会上的人们呢、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之前，我是先带去附近公园，是会遇到一些散步的人们的。对，啊，小朋友体温高，我当然就让他穿短袖短裤。天高，就有遇到一个阿姨，就是说。你问他说你是不是没带过小孩？不是恶意，他有时候是关心，可是不要太多。这位太太，我们今天有新的闺蜜出场，然后她一出场就给我搞乌龙，她一整天问我说：“你有吃过那个韩江西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吃过。”她说：“那好，那我们今天去吃。”那我说：“那要在哪里等？”她是在哪一栋？她说：“在信义伟丰。”信义伟丰是那一栋啊？啊，我们现在要去后面呢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傻眼。是啊，我们去吃饭。Hello， 你是新的角色。Hello， 我也不是新的角色啊，你很久没出现了。对，今天是妈妈放风，但是也跟一般还没有结婚的闺蜜是不同的，跟之前的闺蜜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。那我们今天去吃饭吧。好，好的，我们的午餐吃韩江西。妈妈想要吃一个平常不会吃的。对啊，就吃一个辣的啊，因为平常有时候要分小孩吃。对，刚点了三个，还加购辣年糕，这样子665，他没有自怕服务费，所以他这边冰淇淋吃到饱，我们要不要先去吃个冰淇淋？重点是他不会被你吃到。对，你要不要吃冰淇淋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吃就好。他冰淇淋上次来是有加过黄豆粉，然后也有黑糖蜜，黑糖哎，激动个屁呀、啊！黑糖，耶耶耶！我的上餐的、这个、哇，这是加点的，然后他本来来就是这样子摆，很大盘呢、欸，对啊，很棒很棒，而且每一个小菜都很好吃。哇，你的好夸张哦，到底多羞？你的超羞的，还好这里有冷气。好了，我们要吃饭喽。开动。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完甜点了。冰淇淋要拍我？要不然拍我吗？嗯。好 ，OK。这冰淇淋蛮好吃的，这个黑糖蜜超级好吃。然后我们现在很饱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逛街。可能逛街的路线就是走妈妈的路线，就不会是跟三九他们的路线是不同的。真的。完全就是一个成为是妈妈的闺蜜出来是在干嘛？我要问你，就是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被问什么，会被说什么？有啊，你今天要到几点才会回家？你也有吗？我是那时候要出门，他说啊，你等一下几点要出门？然后说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那你怎么回答？我都还没有出门就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有什么事吗？所以你看妈妈放风也很可怜。妈妈们动作动起来，下一站拜。我们现在要逛街，你可以穿这种啦。你上次不是对不对？我不想，不是很有。做了就应该要露一下。你们好奇怪哟、哦。上次都你安看到而已，你还在录音、啊。因为我们觉得 H&M 的小朋友的服装超级好卖，我们现在要大开杀戒了。然后明明就说我小孩最近衣服有点多，然后怎么哎要买泳衣给他穿？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绿色很可爱，绿色的，绿色的超可爱的。要啊，那我要买这个颜色。好，你买啊，跟我屁事哦。农夫很弱哎，还好我生的是儿子，没有这个困扰。你看生女儿的困扰就是这样。我不要紧，我们等下再去看看，应该还有。但是我要笑死。而且这里很常会有卖那种一套的套装那种，或者是三件一组的。蛮可爱的耶。299哦，可以啦。如果有鱼的话，就会加速买下去。哎、欸，你看这种一整套多方便啊，妈妈就不用想要穿。哪里一整套？有裤子，然后有上衣。珊、珊可以穿这个啊，可爱耶！真的喜欢绿色，保护眼睛吧。好的 ，H&M 也买了，买了一件布的恐龙裤子，跟我的一件牛仔裤子。耶、yeah, ！下午茶时间，我们下午茶时间，一杯蒸奶。一个鸡，然后聊是非了。妈妈出来放风就是这样，买完就是喝，就是吃，然后再骂老公。啊，你觉得你的小孩是天使吗 ？Nope， 不是。你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小孩不是天使啊？觉得好累。他是一个很睡不好的小孩。就是可能等到他会走会跑的时候，就是要带他去做饭。那很辛苦哎、欸，就是不好睡的小孩。对，我觉得他也很辛苦啦。所以每次不要劝生，每一次就在劝人家生下一胎。你有看到人家小孩多难带吗？那你要想啊，
老大已经长大，他可能可以帮你带。我不敢奢望，大家应该觉得这一集很无聊。就妈妈放风就是这么朴实无华，所以你现在目前没有考虑生二胎。我跟你讲，我本来很天真，我想要生两个。对，他之前一直还没有生完第一胎就跟我说我应该会生两个，结果没有哦，只有你哦。大家想睡吧，就是一关一关你会觉得好像有稍微松口气的，可是又有一个新的关卡，比如说像你们前一阵子可能就是布布还不会讲话，对啊，就会担心。对啊，好，现在他会讲话了，你现在要担心他好吵。幼儿园，对，我的小孩一直在考验我，你的小孩在让你突破。因为布布他是可以什么都吃不挑啊，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蛋白质的部分。我就想办法，所以你刚刚看的时候很像屎的那个。对，给大家评评理来，大家你们看看，这是到底是什么啊？真的好认真，我完全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没有，我还为了我自己做了凤梨冰茶，这才是重点嘛，超好喝的。你看，你劝人家生二胎的，你们想想看人家的情况好吗？如果是天使宝宝的话，这还蛮不错。但是你有想看，你下一胎可能不是一半一半几率。可是你不生就不知道啊。我不想赌这个几率。你如果现在怀孕再生，他就四岁了。他上课他也懂事了，他会照顾小朋友。No. 没有这种事情，而且睡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对啦，当妈之后有小孩之后，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你事情没有做完的一天。像今天这样，虽然我们没有干嘛，但我觉得很放松，因为没有小孩跟老公在旁边。对，你也不用去担心。没有小孩跟老公在旁边就是爽啦，带小孩多辛苦啊。要有准备吧，我觉得。可是没有人生来就准备好做妈妈这件事情啊。应该是说准备怀孕这件事情。哦。而且那时候很好笑的是，我刚生完的时候，他们都跟我讲说，你要好好珍惜现在，小朋友现在就是吃饱睡。没有啊，我小朋友没有吃饱睡，睡饱因为你小孩不吃不睡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一岁之后什么都可以吃哦，嗨起来哦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下午茶。还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下午茶可能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在这里。我们要找亲子餐厅 ，OK， 就是让姑姑跟珊珊直接去旁边玩。OK，不用啦，我们就交给老公就好了。对啊，你像现在啊，对对对，现在就丢给我们需要。所以我觉得偶尔妈妈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要需要放松一下。对，妈妈的放松不在于做些什么事，没有一定要做什么，单纯就是出来跟同为妈妈的一起靠腰靠背这样子。对，这次的观众就是妈妈观众。对，对，我觉得那个妈妈社团很重要，可以到社团里面讨论啊。可以，虽然我们社团大家都不是很踊跃的参与。社团是那个团购的社团吗？对，在等你们谈那个啊，哪个努力啊？有啊，五月啊，五月会开啊。那努力真的很不错，对，是不是？而且真的比较省，那个就是多擦一点。小孩子身体就是小小的，其实他蛮耐擦的。对，就挤量挤多一点，让它滋润一点。小孩真的不很干。像我们现在疫情就是突然变严重，那还没有严重之前，你就有带小孩子出去，那你有遇到一些什么社会上的人们给你的一些意见来说，对之类？我说这社会上的人们呢，我没有说正义魔人哦。就这真的也是让妈妈很累的一个点，就是我们也不想，但是你还是要带小孩出去，他没有办法一直关在家里。我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妈妈会故意让自己的小孩暴露在危险，而且你也有戴防疫帽不是吗？对，尽可能的，我还是就是让他做到最好的防疫。对，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之前，我是先带去附近公园，是会遇到一些散步的人们，没有这么热，但是就是凉凉的。对，啊，小朋友体温高，我当然就让他穿短袖短裤。挺高。就有遇到一个阿姨，就是说。你问他说你是不是没带过小孩？重点他有带孙哦，那他孙很大了，就3-4岁，自己在骑脚踏车，不是恶意。对，他们可能也是想关心。对，但是因为太多人去跟你说，对，你就会觉得。我也想自己出来散步啊，我也想带小孩出来散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家没有人可以帮忙带小孩，只有我。然后前一阵子去买 IKEA 小朋友的衣柜爆了，所以要买一些收纳盒，当然就带小孩去。然后就在电梯的时候遇到一个阿姨，她其实没有口气不好，可是她就只是说你小朋友很可爱，然后说谢谢这样子。然后可是第二句就说现在这么危险，你还敢把他带出来？她是为了铺成她第二句想讲的话吧？我在想会担心，嗯，对。可是我就说哦，因为家里没有。能顾就跟我一顾，所以他说那有一定要现在出来买东西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可是Uber Eats没有 IKEA 的外送，就是还有其他东西要买，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买东西。你也问他说，那阿姨现在这么危险，你为什么要出门呢？同样的道理嘛，你可以出门，为什么我不能出门？就是已经尽可能的不要，因为毕竟小朋友没有打疫苗，对啊，然后他又不会戴口罩，其实我自己也很担心。对，但难免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出门。对啊，能用网购的他都会使用了，除非就是没有再送，就是妈妈也是想出来走走的好吗？而且小朋友也很可怜，他
那有时候是关心，可是不要太多。对，谢谢你们的担忧，我们都知道。虽然这次没有那个魔性的笑声跟精品的开箱，真的没有，妈妈有点累了。好了，反正就是妈妈闺蜜放松。那如果妈妈也感同身受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为止。那喜欢的话就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，对，还要订阅，小铃铛可以开启。好，那我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激动型推这间啊，然后这间是我之前很之前就是还没有那么多人来的时候，发现到很好吃。后来在隔一段时间来的时候，这里已经要排队了。真的，看得出还感觉出来。所以我大推啊，所以这间绝对不会倒啊。笑死。